外投资平稳发展。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859.4亿元，增长 7.2%， 其中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 7.7%， 占比呢保持在 17.9%。 分行业来看呢，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增长 22.4%， 占比为 18.5%。 批发零售业、建筑业投资分别增长 24.6% 和 19.8%。绿色、数字等领域的投资合作成为新的增长点。对外承包工程稳定发展，完成营业额10000亿元，增长 4.3%。 我们新签的合同额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数比2021年呢增加59个。